是一样的，就是属于一个经济大都市。在那里面设立了我们九大机构的总部啊，设在那里。这是咱们那个朴代表和总议长到咱们这个总部去办理。大家都知道我们有那个叫总共十七卷的这个资料，包括就是我们九大机构的那个九大机构的那个操作运营的方法啊，做还有两本1-1100条的操作流程的那么一个文件，一共是11本。这11本呢，我们做出了这个3套的原本资料。